请掀开经本第67面第五行，67面第五行，从第七首偈看起。如来出世甚难值，无量界海十亿欲，能令众生生信解，此自在天之所得。世间自在主天王这一首的赞颂，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而实际是真实不可思议。他给我们说出了事实的真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往往感到好像得人生很容易嘛，我们都到人道来了嘛，遇到佛法也不难嘛，何以佛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没有智慧，没有神通啊，不知道过去未来，大自在天主他的能力比我们强，他对于事实真相比我们了解的透彻，所以这个地方说的话真话了，如来出世很难遇到，只就是遇到无量界海十亿欲，这一句话说的，我们要多多去想想。说佛法难闻，到底难到什么程度？人生难得，难到什么程度？这一首偈里头明白告诉我们，无量界下面是个海，海是深广无际，不是单单无量界，无量界海，用这个来形容啊，才遇到一次，诸位同修要晓得，我们在六道里头得人生呢，那个困难的情形呢，亦复如是，不比这个容易，所以经上，我们常常看到菩萨们感叹，得人生的时候佛不住世，或者在佛前或者在佛后遇不到佛，我们今天得人生在佛后，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3000年了，幸好佛的法运还在，还没有终结，我们生在佛陀末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呢，往后还有9000年呢，这是不幸当中的大幸，所以这一句话意思就很深很深，
给我们很大的警惕，使我们真正觉悟到的人生不容易。人的寿命很短促啊，其他道寿命都比人道长啊。得人生有个什么好处呢？六道里头唯独人道苦多乐少，容易觉悟。诸佛菩萨示现成佛度众生，都在人间，没有说是在其他道里面示现成佛，没听说过啊。以菩萨的身份，以天王的身份，以种种不同身份呢，在其他道里面度众生，有经上说的很多。十地菩萨多半在天上做天王啊，那个就是我们此地现在所念的，应以天王身而得度者，即现天王身而为说法。我们现在读的这一段经文全是天王，不是真正的凡夫天王啊。我们晓得凡夫天王怎么能参与华严法会，大家都知道参与华严法会的都是化身大士，决定不是普通人呐！啊，实实在在讲，这些化身大士啊，多半都是古佛再来的，早就成了佛了。一大四身，这个叫道家慈航，大慈大悲普度众生，他们来做这个事情。来行菩萨道啊！菩萨对一切众生，给诸位说，决定没有心，有心都是妄心，无心这才是真心啊！唯有真心啊，才能跟一切众生起感应道教的作用，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众生之感，由前生广下影响种种不同。诸佛菩萨，他们高明啊。极其微细的那个感动他都有应，甚至于我们心里头微微动这个念头，这个感呢，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发现，佛菩萨已经知道了，佛菩萨已经有应了。这种情形很多很多，而且呢，常常发生在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是粗心大意，没有感触到啊！如果你的心真诚清净，你就会感触到。常常跟佛菩萨感应道教吧，特别是讲经的这个场合，无论是讲的人听的人，这个时候的感应特别多，感应特别显著。讲经的人
往往呢事先充分呢做了预备，可是上台之后啊，所预备的东西一句都没用上啊，而能够滔滔不绝讲得如理如法，这个情形过去我们读地贤老法师的《圆觉经》讲记清文记，《圆觉经》讲记是老和尚自己写的讲稿，清文记是姜维农居士、姜维桥居士那一帮大居士们听经记录的，他们有三四个人听经做笔记，那个笔记交给姜维农居士整理，第二天送给老和尚看，老和尚看了，哎呀，这个讲得好，这是我讲的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不敢承担啊，这是我讲的。那是什么？佛力加持的，那是感应啊。众生听了能生欢喜心，能够开解，能够领悟，也是诸佛菩萨加持的。所以在讲堂里面，如果你是细心去体会去观察了，说听都得佛力加持，而且这个加持非常明显，普通在日常生活当中也有价值，你不容易觉察到，除非你的心很清净，你的心很细，你会感觉到。粗心大意你不能觉察，而后才知道佛恩好大了。世界父母对我们的恩比不上诸佛菩萨，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无微不至，无时无处不在。理如是，事也如是，可是你要得菩萨示现佛的身份，示现佛的应身，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这是三千年前出现在印度，那就是经上常讲的，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现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应身呢，就很不容易遇到了啊！那真是开经记上讲啊，百千万劫难遭遇，此地是无量劫海时一遇，唯有明了的人才会十分珍惜这个机缘。机缘，现在人讲机会呀，机会不常在呀，是一纵即逝。什么人是有智慧的人？什么人是有福报的人？什么样的人是有本事的人呢？抓住机会的人啊，就是有智慧、有福报、有本事的人。世间痴迷的人往往把大好的机会当面错过，那是真正可惜啊。天王他所得的法门是能令众生知佛生心藏，
我们在前面介绍过啊。所以他的赞颂与他所得的法门完全相应。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我们的心呢会变呢，变成什么样呢？变成对一切人一切物啊都有一个真正的爱心啊。何以呢？机遇难逢啊，一切人一切物，这一切无，佛经里面常讲，除了人道，其余的过道都用无这个名词代表了。这里面有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有看不见的。我们会很珍重啊，会很珍惜啊。无论是善人、恶人，逆境、顺境，都会珍惜，都会用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来对待。这叫学菩萨道啊，学诸佛菩萨的处世待人教啊。这两句是讲啊，遇佛的人生机会之难，一定要认识啊。第三句就是讲的信藏，能令众生生信解。清凉大师说得好，不信呢，这佛就难遇了；正信呢，佛就常常会遇到了。这个话讲得好，讲的是事实。佛法当中常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啊。正信、真信，你就会遇到。虽然遇到不一定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这个应身。实在说，佛的一切应身都是随众生感而应现的。为什么我们遇不到佛的这种殊胜的应身呢？我们心不是佛心吗？心要是佛心，你会遇到佛的形象啊。纵不是应身佛了，你会遇到化身佛啊，也能见到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你要是佛的心去干，佛就以这个相来应。你是菩萨心去感呢，佛就现菩萨身来应；你是凡夫心感，佛就现凡夫身来应。所以佛现身呢，不是自己愿意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如果佛说我愿意现什么身，
那已经是凡夫了，凡夫才有愿意不愿意啊。愿意不愿意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头，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心清净，佛心平等，佛心无念，这个无念就是无妄想分别执着，没有这些念头啊，所以能于法界众生起感应，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一切诸有感，一切诸就有应。我们赞叹观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同时起感应啊。所以感应之事，感应之理，我们要很清楚很明了啊，我们自己用什么心啊？抗战胜利之后啊，周邦道先生的夫人那个时候住在南京，感应的地藏菩萨现身，他并没有学佛，可是这个人行孝道啊，他一生呢真正把这个孝敬呢做到了，他并没有学佛，也不认识什么佛菩萨。就有一天有一个出家人到他家里去化缘，化缘也不太多，化五斤香油，他没给他，这个出家人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忽然想起来，他家住的那个房子很大，外面有院子，有大门二门，进去是第三道门，庭院很深啊，他那个房子我曾经去过，他说大门二门都没有开啊，就忽然想起这个和尚怎么来的，走了之后门还是关得好好的，和尚不见了，这个疑问呢在他心里面好多年都不能解决，一家人都见到的绝不是眼花，清清楚楚他说他是从九华山来的，问他化五斤香油，以后他们到台湾住在台中，亲近李炳南老居士，跟李老居士学佛，把这桩事情向李老居士报告，李老居士说那个和尚是地藏菩萨的化身啊，他后悔死了，当时没有给五斤香油啊。你看看是佛菩萨，你是什么样的心他就现什么样的形状，你是个凡夫心嘛，他就现个凡夫出家人的样子嘛，来给你化缘嘛。这是一种奇迹般的出现啊。遇到善知识，为他说明，为他开示，这恍然大悟，与佛有缘。他念佛修持很不错，往生之后活化有300多颗舍利，这居士当中这个往生瑞相
很稀有的。这些年来我们听说看见的不少位，那么由此可知，我们自己的清净信心啊，无私的一种愿力，这个重要。这种心，这种情，就是能感。诸佛菩萨能应的，这个感是要真心的，真实的愿心，自自然然与诸佛菩萨起感应道交的作用。正心正解，为佛能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般讲的相辅相成。我们自己具足信念能感，佛菩萨能应，帮助我们的信心更坚定，帮助我们的愿心更恳切，我们身心切愿，就会常常得佛菩萨加持。那么由此可知，感应呢，也可以能设作互为感应。这个意思就深了，我们能感动佛菩萨，佛菩萨也感动我们。这个里面的关键，自己一定是儒教修行，才能够做得到。我们读这一首颂，一定要珍惜机缘的难遇。珍惜机缘，爱惜机缘，不让这个机遇空过。怎样才不空过呢？无论是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一定要帮助一切众生有缘闻佛法了，这个缘就没有空过。或者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所谓的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我们跟他这个缘没有空过了。佛的金刚种子种在他阿赖耶识里头啊。我们赠送人家一本经书，赠送人家一张小小的佛像，赠送他们一串念珠，这个都是与佛有缘。这些东西并不贵重，而实实在在的是无比的贵重。一般人不知道啊，一般人看重的是金银财宝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啊。这一串念珠能值几文钱呢？
但是他不晓得这一串念珠啊，在阿赖耶识种了佛的种子，这真正是宝啊，无价之宝啊，无尽之宝啊。我们知道，他不知道。不管他知不知道，已经种下去了。如果他的善根福德厚，他这一生就会起作用。善根福德薄，下一次无量劫时再遇到啊，他就起了大作用。也许就是一次机缘啊，而度脱六道十法界啊，因这个机缘呢，他就能遇到净宗法门，念佛往生不退，就做佛去了。唯有我们自己认得清楚，才真正肯干，肯与一切众生结法缘，肯帮助一切众生了脱生死苦海啊，同证无上菩提。要常常有这个心呐，时时要认真努力去做。那么这是世间自在主天王他所得的法门。再看底下这一首，佛说法性皆无性，甚深广大不思议，普世众生生净信，光严天王能善了啊。光严自在天王，他得的法是能令一切众生闻法信喜而出离，他是因这个法门证果的，所以他赞颂里面的这个前面两句就是说所闻之法，佛说法性皆无性，甚深广大不思议。这个里面的意义，佛法是以无限的才是真心，真心无限，这个无不是空，不是什么都没有，《般若经》上常讲的真空，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啊！妙有是讲的法相，真空是讲的法性。宗门里面也讲的无念，无念的真念。无念呢，就是真心；有念呢，有念就变成实性了。实性是第二义，真性是第一义。
这些名词很难懂，但是啊，很重要。如果你要明了，依这个修学，那就是宗门里常讲的，从根本修，依根本修，你的成就快速啊！无性这两个字很难懂。楞严经上，世尊大开方便之门，从我们六根门头指出我们的真性，真性就是自性，就是此地讲的法性。为什么要说一个无性？怕你执着，我有个真性，我有个自性，你就坏了。今天下午，光明山有几个年轻人来找我，说他们遇到一些信徒，问了几个问题，不能解答。告诉我的时候，还有一个常常为大家讲解佛法的，被一个基督徒问了一些话的时候答不出来，现在他就信基督教去了。我说也不错，也很好啊。真正好好依照基督教的教义修行，将来升忉利天。忉利天主就是他们的上帝嘛。现在不信佛没关系，到天上去，跟着天主，天主常常请佛菩萨在那里讲经说法，那不是一样吗？问题就是他要能升得了天才行啊，那他升不了天就没有办法了，他要真正能够升天。好事情啊！他来问什么问题呢？是问无明是怎么生的？无明是什么因缘生的？几时生的？哎呀，我说这个问题可是大问题了。我跟他说。我说我跟你讲了你也不懂。这个问题是富罗那尊者当年向释迦牟尼佛提出来的。富罗那问了三个问题。第一个是无明是什么原因生的。第二个问题无明是几时生的。第三个问题是成了佛之后无明断了你才成佛了，断了之后几时无明会再生？问得好啊。释迦牟尼佛在楞严会上答复他，说得很详细啊。虽然说得那么详细，你去看你还是看不懂。你看看世尊答复四个字解决了，知见立知是无明本，你懂吗？什么叫知见立知？譬如在经上讲，佛给我们讲见性，是发性的，是自性的，
是真性啊。可是你要是觉得，哎，我个自信，我会真性，你已经立知了，那就是无明啊。怎样才不落得无明呢？世尊给你讲这部经，从头到尾讲到尾，你心里头如如不动，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完全接受了，那个叫不落无明。给你讲见性是真心，哎，我们见性是真心啊，完了，这就叫知见立知，这就是无明本。你怎么会懂啊？给你讲了你也不懂。但是那我们怎么样对付初学呢？我没有法子，举一个比喻给他讲。你回家好好去想想。你所问的就像学校里的博士班的那个程度的课程。你现在的程度是幼稚园的程度啊。幼稚园程度想问大学研究所的那个里头的课程。你怎么会懂啊？你如果懂了，那么一些念小学、念中学、念大学，那些人不都是傻瓜了？啊，浪费那么多时间，浪费那么多精力，啊，为什么不叫小朋友一下就到博士班去念呢？啊，念一天博士学位就拿到了，那多好啊，多省事啊！办不到啊。世间法尚且办不到，何况佛法？佛法比世间法难得太多了。你怎么会懂？给你讲的怎么清楚，你也不懂。为什么不懂呢？你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你就不得其门而入啊！诸佛如来给你讲也没用处啊。我们虽然不能够悟入这个智慧聪明高一点的人，可以得到解悟啊。你知道有这么回事情，知道法性遍一切处。法性遍虚空法界，法性就是自己的自性啊！你们诸位想想，在《楞严经》上十番显见说的实在是透彻明了啊！你的见性要不遍十方，那个十方你怎么会看得见呢？太阳距离我们很远，夜晚的星星有许多距离我们更远，都是要光年来计算的，几十个光年，几百个光年。现在我们用望远镜能够观察到亿万光年之前那么远的星球，我们见到了。如果我们的见性要达不到那个地方，你怎么会见到？这是举一个例子。六根根性是圆满的，是周遍的，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依不异。真心在哪里？我们就明了了。我们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修真心，就是要叫我们自己日常生活行为起心动念如何与真心相应，这个事情重要。所以我常常劝大家，劝大家要拓开心量。为什么呢？甚深广大不思议啊！这是你的真心啊。起心动念想得太小是妄心啊。
妄心决定不能见性，决定不能入佛菩萨的境界。不但佛菩萨境界你入不进去，说实在话，虚陀洹的境界你都没有办法参与。你说我们都悲哀呀。虚陀洹圣人，比天人高明多了，非想非非想天，寿命到了还要堕落，还要搞六道轮回。虚陀洹永远不再堕三途了，不管有没有佛出世。这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天上人人间七次往返，他决定证阿罗汉，决定将八十一品四合断尽，超越三界了，永脱六道了，那叫圣人了。我们不如他。他的本事在哪里？本事就是将三界八十八品见惑他放下了，他舍弃了。见惑里头头一个身见，不会再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了，这是第一个关口啊！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够恍然大悟，身不是自己。身不是自己，什么是自己呢？虚空法界是自己，一切众生是自己。我举的例子举得很多啊。诸位要没有事的时候，新加坡的树木很多啊，先定下来，静下来，坐在大树下，从树顶往树根仔细去观察，你就会明心见性了。我们今天执着什么？我们就好像是一树上一片树叶，整个大树是自己，我们的身体是一片树叶，你完全看清楚了才晓得这棵大树的树叶花果枝条干本根原来是一体的吧。然后懂得尽虚空变法界，一切众生呢就像一棵大树一样，观这棵大树不是发呆呀，是在参学，是在用功夫啊。从这个形象里面豁然悟入啊，虚空法界是整体的。楞严会上没有用树作比喻，楞严会上是用大海，用水泡，大海比喻的时候整体，水泡比喻我们个人呐，大海起了许许多多的水泡啊，你要不知道不觉悟，每一个水泡就会起冲突啊，就会互不相容啊。如果深入一看，都从大海起的，所有水泡都是自己啊。这就说明，一切众生呢是自己，不是外人。
我们迷就是迷了这一桩事情，诸佛菩萨悟也是悟这桩事情，事情没有迷悟啊，迷悟在人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起？大乘法都教给我们发菩提心学起。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心。儒家教学也不例外，教我们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我们从这学起。佛法讲戒定慧三学，儒家讲智仁勇三德。人，你看人，人是什么意思？中国的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你仔细看看的时候，会开悟啊！人不是一个人呢，二人呐，叫你想自己就要想到别人啊！我自己希望离苦，我要帮助一切众生离苦。我自己希望得乐，要帮助一切众生得乐，这叫仁。这是菩萨心啊！哪里可以做损人利己之事？没有这个道理。损人决定不利己啊，损人是真正损害自己，利人才是真正利己。为什么呢？宇宙法界是一个整体的，你要懂得这个道理。无性，这个意思说得好啊，无性就是一切都不执着，不是那个性无，这个无就是无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自信就现前，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佛说法善巧到极处，法给你说实实在在的，法都是妙法，《法华经》是妙法，哪一部经不是妙法呢？不但一切经是妙法，一切法都是妙法。佛经上常讲的正报矛端，妙法了；依报微尘，也是妙法。事出世间，无有一法不妙啊！为什么妙呢？与法性相应，性相不二，性相一如啊！哪一法不妙？虽然是法法皆妙，你没有见到。你为什么没见到？因为你的心不妙。妙心就见妙法了。心为什么不妙呢？因为你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妙了嘛。离开一切妄想、分别、执着，你的心就妙了，你就见妙法了。我们眼见外面的境界，如果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这个见呢是见性，见性
就是妙心呐、啊。见外面的色相啊，就是妙法了。啊，你所见的是色心呐、啊，啊，见心见色心啊，闻心闻身心呐、啊，这就是宗门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你的功德就圆满了。我们今天所见的，不用见性见色，我们用眼识见色。不但用眼识，还要加第六意识的分别，再加上啊莫那时的执着，这就搞坏了。所以第一个经是真经。此地讲的是无性啊，很快极短的时间，刹那之间呢就变成第二念，第二念里面就掺杂着第六意识、第七识、阿赖耶识，还得加上50亿心所。所以你见的是色尘呐、啊，色尘呐、啊，污染了你的心性。这个污染是比喻，心性是真的，怎么会被污染？实在讲是障碍心性不能现前，说明污染，是这么个意思。我们学教最难的，就是这一层，这一层不能够透过如来真实意，你怎么会能够解呢？印光大师讲的话讲得好啊，有人向他请教。有没有秘诀能够叫我们学佛很快就能够契入？大师答得好，他说有啊，沉静二字，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的十分利益，这是印光大师答复的。什么是尘？一念不生谓之尘。我们见色闻声，六根接触外面六种境界，如果还起心动念，就不尘了。老和尚讲的容易啊，做起来是真难啊！如何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是尘。什么是净呢？普贤菩萨跟我们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那是净。在佛菩萨讲啊，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了，那是净啊。
老法师说的这两个字，别说，做不容易，就是真正懂这两个字的意思，也不多啊。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两个字，误解。我很诚啊，我诚心诚意待人啊。夹杂一大堆妄想分别执着，他还说他诚心诚意对人。所以这个诚敬呢，不是一般人想象那么低的水平呢。佛祖说的都不错，可惜呀。我们把它解错了，会错了意了，所以得不到受用。那么这个两句，大家要细心体会。落实来说，你要想真正想学，真正想用功，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用智慧去关照，不要用妄念去分别。你从这个地方下手，我相信你的功夫啊，很快就渐渐得力了。要知道，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是虚妄的、错误的。错误的方法怎么会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没有这个道理。华严经上在经题里面就告诉我们，大方广，大是性体，方是现象，广是作用，一二三，三二一，就给你说明虚空法界是一个完美的整体。我们生活行为造作念念与整体相应，就是菩萨道，就是菩萨行。违背了整体，凡夫行啊，这叫生死凡夫啊，差别在此地。第三句，普使众生生净心，你看看令众生信，信什么？信法性无性，我们用这句话再套一句，正念无念，正行无行，正果无果，你能体会这个意思吗？这是讲真话了。这不是佛菩萨随身俗地而说的，诸佛菩萨了即一二地说法，这是随身真地而说的。
我们不好懂，但是不好懂啊，也要懂。不懂，我们的修学就有严重的障碍。而且叫你懂得，总不能勉强，勉强是决定做不到的，是有方法。佛家讲的善巧方便啊，所以此地你没听懂，没有关系，不要去研究它，不要去想它，想它都是落在妄想里头，不会想通的。诸位要知道，想不通的，越想越不通，那不想就通了，就怪了。为什么呢？它无限嘛，所以你不想就通了吧。越想就越不通了。那怎么办呢？后面经文很长啊，这些道理与事项啊，后头反复很多次的说到。所以在此地有这么个印象，不去追究，这叫移情。宗门所谓小疑有小悟，大疑有大悟，这个疑不是怀疑，怀疑是障碍，怀疑是烦恼，贪嗔痴慢疑，那个疑是烦恼，那个是修行正果的大障碍，这叫移情，对我们修学有帮助。听说有这么回事情，但是不理解，也不必去追究。我们着重深入的熏习，时节因缘成熟了，不定是什么一个机缘，一下就促成你悟入了，你豁然明白了。这个时候才真正有受用啊！我们把菩萨的标准降低，降低到我们现前的水平，我们在这里也能学到东西，那就是说，我们在平时啊接触广大的这些众生，这些同学初学的，刚刚接触佛法的，我们教导他，帮助他，我们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呢？尽心。不要把标准提得太高啊，让他对佛法能够升起清净信心，你的功德就无量了。不要一开头就希望哦，他又吃素，他又能念佛啊，他又能来听经，那个需求太多了，太高了。先让他相信佛法是好的，佛教是善的，不会教人做坏事，不会危害社会，不会危害自己，不会危害家庭。先让他懂这个，在这个地方生信心，一步一步的把他往上带呀，我们对于初学的人呢，应当以这个为目标，到外面去讲演，跟大家的目标定在信，他能够相信，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再看下面这一首。
三世如来功德满，化众生界不思议，于彼思维生庆悦，如是要法能开眼。这是第九首偈，是药师为法变化天王，他的赞颂啊。那么他所得的法门是如一切菩萨调伏行，如虚空无边无尽解脱门啊。那么在长行里面介绍过，他第一句啊，就是说的能调伏人。长行里面说的是因啊，这是因性。偈颂里头这一句呢，这是说的果啊，谁能调伏呢？三世如来功德满了，满是圆满了。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功德。这个功德呢，不是普通的功德，如来功德。初学佛的人最容易把这个功德跟福德混淆不清。啊，一位是什么功德呢？在寺院里面捐一点钱，我做了功德了。添一点香油也是功德。啊，殊不知啊，那个是福德啊！啊，大家想想，当年梁武帝在世，啊，他以他的福报，以他的权势，啊，建造道场，啊，这史书里都记载的。480座道场啊，帮助人出家，他很喜欢人出家，啊，看到人发心出家，他就喜欢，他当护法，啊，大护法了，啊，劝导人出家，护持这些出家人，几十万人呐。他自己感觉到骄傲啊，很自豪啊，去大摩到中国来，啊，有缘跟他见了面了，梁武帝就把这些事情向大摩祖师报告，问他我的功德大不大？啊，大摩祖师。实在讲不通人情世故啊，说了一句老实话，说并无功德。梁武帝听了很不高兴，把他赶走了，不护他的法，害他到少林寺去面壁九年才遇到一个慧口。如果他那个时候要方便方便，很大很大，梁武帝欢喜啊，护他的法了。说他并无功德，这个话说的一点都没错。梁武帝做的是什么呢？福德辨识啊。他做的是福德，不是功德。福德跟功德有差别。福德
得世间有漏的福报，功德是得无漏的福报，那怎么会一样呢？这个差别很大。平常我们举例说，比如说持戒有功，这功是你下了功夫啊，你真的认真在干啊。得是什么呢？你得到什么呢？得到定，因戒得定，你真正得定，得清净心了，那是得。修定有功，开慧是得，于是你就了解了，功是修因，德是果报啊！你修因呢，一定能证果啊！于是我们这才真正明了，菩萨修六度有功，证菩提涅槃是德。那么此地所讲的不是这些功德，如来功德。如来是，如来是自性啊。我们看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他给我们解释得很好。我们在《金刚经》上，有时候看到诸佛，有时候看到如来。为什么一会说佛，一会说如来呢？如果佛就是如来，如来就是佛，这个文章就不是好文章。决定如来跟佛不是一个意思啊。说佛从现象上说的，说如来是从自性上讲的，这就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如来是表自性，如来表性德，如来功德了，就是自性功德圆满。自性功德哪有不圆满的，本来就圆满吧。理上说没错，是圆满的。佛在这个经里面出现品里头也说得很好，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那这就是圆满了，本来圆满。可是后面佛有一句话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虽然你有如来圆满的功德，你现在不能现前。你是真有，不是假有。一切诸佛如来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哪里呢？六根根性。六根根性是如来圆满功德。我们不会用啊，我们一起用就是把如来圆满的功德变成了妄识，变成八十五十一心所啊，
这就变成了凡夫了。啊，把究竟圆满的智慧变成无明，把无量的德能变成烦恼，变成罪业。这是我们现前干的事情啊！如果不是诸佛菩萨这样慈悲为我们说明，我们哪里知道自己错了呢？都以为自己很聪明，都以为自己本事很大，都以为自己做得很对。佛给我们一说明一解释，我们听着的恍然大悟，我们自己是真错了啊。对人对事对物啊，我们想错了，看错了，我们说错了，做错了，所以才落得这么样的一个苦报。那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要老老实实依照佛的教诲，佛给我们指出一条明路。这个路怎么走呢？用什么态度走呢？用孝顺的心态，用恭敬遵守佛陀的教诲，依教奉行，这个路啊就走通了。所以修佛法修学的大根大本是在孝亲尊师，观无量寿佛经上讲的三种敬业不能忘掉。你看三种敬业幕后世尊说的多明白，这个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一句话就说明了设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从因地修行呢，都是以这个三条做基础。无论修哪个法门，无论学哪个宗派，你离开这个基础不能成就。所以这是佛法的根本法了。唯提西夫人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没有把这个念佛法门教给他，先教他修三种敬业。为修念佛法门的基础，他才能往生啊。我们今天修行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啊？像盖房子一样，没有打地基啊，盖了没有多高倒掉了，无论怎么盖到最后都是倒塌，总是盖不起来。什么原因没找到？地基没有打好啊。地基从哪里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你们诸位想想看，佛法是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诸位再仔细想想，释迦牟尼佛并不偏爱中国，
没有私心啊。佛灭度之后，佛弟子讲佛法，向四面八方弘传。我们在佛教史里面看到啊，为什么各个地区佛法不久啊都衰灭了，唯有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什么原因？中国古圣先贤提倡孝道啊，换一句话说，这像一个植物一样，把它移到这个地方的栽培，这个地方的环境水土啊非常适合它，所以它才在中国生根茁壮开花结果啊。佛法没到中国来之前呢，中国古圣先贤呢就是以孝道教化众生。你看看中国历代帝王的谥号，不管他孝不孝，他那个谥号里都要加一个孝字。他重视啊。所以以孝治天下。这是历代帝王啊，不管他做到做不到，这个口号他决定不放弃。佛法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你明白这个道理，你才真正的体会到佛法在中国的成就。那么佛法要推广到全世界，你就晓得应该怎么做啊？决定要提倡孝道，没有孝道就没有师道，没有师道就没有佛法。孝亲尊师啊，知恩报恩啊，这是佛法的大根大本。你看回向记，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念念不忘，报恩报本，这个是佛法。许许多多修学的同学们啊，从海外各个地区写信给我，传真给我，打电话给我，都说功夫不得了，烦恼天天增长，为什么修学会成这个样子啊？来问我，我只一句话答复他们，都听进。三天不听进，妄想就增长了，你胡思乱想了。然后我们就能够体会到，释迦牟尼佛在世，为什么天天讲经说法，讲了49年。一直到圆寂，要天天讲啊，不是讲一遍两遍你就会觉悟了，哪有那么简单呢？听一部经两部经就觉悟了，就开悟了，就证果了，那倒神似啊。众生的烦恼习气50劫来养成的习惯，成自然，改都改不掉啊！听一部经，哎，得压一下，好像好一点了，那个压一下效果很短暂的。
第二天不听经啊，那个效果就没有了。就像你们现在感冒啊，几个钟点要吃次药啊，压一压了。那两次三次要不吃的时候，感冒就发作了，就没有法子了。我们现在就这个情形。讲经说什么？吃药啊，很短的时间服一服啊，明天赶快再来服药，明天不服药准发作，就是这么个道理嘛。我今天能够有这么一点成就，你们看到好像有这么一点智慧，我天天在吃药啊，吃了40多年了。才控制住啊！我知道你们的情形啊，跟我差不多啊。我40多年天天不中断啊，你们是断断续续啊，或有或无，那怎么能怪？现在有个好处啊，借这个科技的方法啊，有录像带，有录音带。现在几乎每一部经都做成 VCD， 你们真正要想干的时候，这些录像带带回去，天天要听的，反复的听，果然听上个3年5载，你就变样子了。什么样子变呢？容貌变了，体质变了，心理变了。变就是真果啊！这从心理上变，心变成菩萨心了，变成佛心了。你有个善良的心，有个慈悲的心。你的容貌啊，善良的容貌，慈悲的容貌，你的身体清净的身体，健康的身体，相随心转呢，身体也随心转了。心造万物啊，我们这个身也是心造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想佛，想菩萨，想清净，想平等，想智慧，想慈悲，最健康的思想，你得的是最健康的果报。不要天天想恶事啊！这个人作恶，那个人是坏人，你天天想这个，人家是恶是恶，是好是坏，没有这回事情。好坏是什么？是从你心里变的。你想样样都坏，是你的心已经坏了啊！你看看佛菩萨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为什么他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菩萨呢？一切众生是不是真的诸佛菩萨呢？给诸位说，真的是诸佛菩萨。他从什么地方看到呢？他从你六根根性看到。你六根根性是佛性。从这里看起，然后再看你的色相。你的相是自性变现的，唯心所现的，唯心所现的相，佛相啊！决定不是说只有32相、80种好，那个叫佛相，那是你妄想分别执着的佛相。真正的佛相呢？无相无不相，那是真的佛相啊！
啊，如果我们不套这个话来说，佛说法性皆无性，佛说法相皆无相啊，你懂吗？你才真正觉悟，真正明白过来了。佛看一切众生是诸佛如来，我们为什么没见到？我们的心不是佛心，这刚才讲了，我们心不妙，所以看一切法都不妙。假如我们的心妙了，看一切法都妙。我们的心是佛心呢，决定看一切众生都是佛。华严经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是佛知佛见呐。啊，记住，三世如来啊，过去、现在、未来，未来包括我们通通在内呀。啊，过去佛、现在佛，啊，他们自信功德圆满流露出来。那未来诸佛呢，虽具足如来圆满功德，现前有障碍，透不出来。啊，话中生界不思议啊！这个话呢，一定要讲三世，不讲三世呢，就有漏食了。讲三世才圆满了，因为未来诸佛自心功德虽然被障碍，那些障碍一定会断掉的。为什么呢？障碍不是真的，如来功德是真的，真的决定不会失去，障碍只是暂时啊，不能不说啊，不说就不圆满了。这个理跟思我们都要透彻，都要明了。这个化众生呢，化是教化，就是常行里面讲的调伏行的意思。佛用什么方法来调伏？常行里面讲调伏行无边无尽，这个地方说个不思议，不思议就是无边无尽啊。众生界无量无边，那么在佛法里面用大类来归纳，归纳为九法界。菩萨、圆觉、声闻、天、修罗、人、畜生、恶鬼、地狱，这个是大的分类啊，分为这个九大类啊，都叫众生，九界众生。每一类里头，实在讲，还是有无量类啊，真的是无量无边啊。以我们人道来讲，人道，以我们居住在地球这一个区域啊，人众来说啊，在这个地球上人数并不算多啊，
现在才五十几亿。这个五十几亿的人，种族很复杂，居住的国家地区不一样，文化不相同，思想不相同，我们讲意识形态不相同，风俗习惯不相同，生活方式不相同，这里面差别太大太大了。佛用什么方法来教化这么许多众生，让这些众生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互相尊敬，当中没有歧视，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互助合作，生活的自在美满，这是佛教化第一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现在许多人在讲的多元文化，所以我在澳洲啊，给一些从事多元文化的这一些人士说明，多元文化最好的教材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你们想想有没有道理啊？佛有本事将尽虚空变法界，无量无边不同族类都能够把它调和成一个共同体，这个是真实智慧呀。真实的善巧方便能达到这个效果。我们今天要解决这个世界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科技发达，资讯发达，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我们立刻就知道了。现在乘这个喷射式的飞机环绕地球一周，不需要一天的时间了，时空缩小了，这个地球上居住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人说这叫地球村了。我们现在同在一个村里居住啊，同在一个村里的居住，那么这种许许多多不同文化，这个事情可是麻烦事情了。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这是非常有效果的一个教材。我在常常想啊，这个世界不但大学要开多元文化的课程，甚至是中学、小学都要开多元文化的课程。那么这个教材是什么呢？华严经。所以华严经我们必须要下功夫，这个同学们都有这个责任。经文虽然不能变更，我们有浅说，我们有意解，浅说意解给谁读的呢？中学生读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这部经典
用前身不同的次序编成各级的教材，乃至于从幼稚园，幼稚园是用连环图画来编教材，变成小学的小学生读的华严经，中学生读的华严经，大学生读的华严经，研究所读的华严经。我们从这里着想啊，这个是对现代社会啊无比的贡献啊。佛的经典没有前身，对前人说得很浅，对生人说得很深。它的好处就在此地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因为它与法性相应。法性没有大小，法性没有前身。所以经典没有前身啊。任何一部经可以浅说，让小朋友也能懂。可以深说，等觉菩萨才听得懂。可以常说，这一部经讲上五十年也讲不完。可以浅说，两三个小时一部华严经讲圆满了。这叫佛经呐！我们同学们在此地共同学习，一定要肩负这个使命要认真努力我们替这个世间苦难的众生编一套美满的教材我们编未必能够编得好，没有关系，这是草本起草吧，让后来这些大德们让他不断去修订，不断去改进，就会成一个完美的教科书了。我们带头，我们起草，这一生生到这个世间来，遇到佛法，给我们这么一个使命，从事这个工作，我们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没有空过啊！这就是我们的修功啊！我们念佛为什么能往生？借凭这个功德，就决定得生净土。我们以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这个是在现前这个阶段真正行菩萨道真正修菩萨行这化众生界不思议我们要怎样把它落实于彼思维心生庆悦彼是指前面所说的常常存这个心常常想着这桩事情庆幸自己的机缘这个机缘得来不容易太可贵了愿这是法喜充满肩负起这个使命承担这个责任认真努力一定要把这桩事情做好要思维法变化天王他从这个地方证入的如是要法能开眼
他要不能其如，他不能够为人开示。他也没有办法做一个样子给别人看，语言是表演。是要把它做出来。佛法不在说，要在行呐。你真正能够依教奉行，把佛在经中所讲的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理论，佛在经中所讲的刑罚变成我们生活行为，佛在经中所讲的境界变成我们真正的享受，你就叫真果了。你的学佛了，真的有功有德了，在成就圆满的功德。我们看看这些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要能够解其意，行其法，也能其如这个境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